是学姐，她怎么会有事？你埋没我？按了电梯不进来，是按好玩的吗？学长，我走了，停。怎么那么久啊？该不会有什么奇怪的考题吧？我好怕等一下要触诊哦，我想到用手。拜托，千万不要触到肝癌，不然我就死定了啦。肝癌，娘，我剩一个月还是剩三个月？娘，手术的成功率绝对是100%。我们是追逐流星的寻梦者，画下独一无二的图案，在每个夜晚把星空点亮，迎接耀眼的世界。我们是追逐流星的寻梦者，画下独一无二的图案，在每个夜晚把星空点亮，迎接耀眼的世界。我们是追逐流星的寻梦者，拉近转瞬即逝的时间，在每个明天能踏上霓虹，迎接光彩的未来。